因为我是一年前忧郁症，没有办法走出来，然后看到电视的报道，看到报纸的报道，然后找到总校长。啊，我去叫了三天，我也不想叫，都是有什么好叫？哦，然后后来总校长一再的这个call in传简讯，老婆说我陪你去笑，然后我就从那时候开始到桃园去一笑笑两个月，竹签先拿着了，先拿着，一笑笑两个月哈，然后总校长的鼓励下说你要回去中立哈，啊，这个叫做开班，哦，开班是不敢当啊，中立哈，啊，然后开一个爱笑俱乐部来带着大家来笑，从那时候的一个开始，到了今天这样的一年了，我笑已经笑一年多，但是在这里是一年了，从这一年里面的体会出来说，这个笑实际上对我们有非常好的啊一个叫做啊感觉，就是第一个，从走不出去。忧郁症走不出去，可以笑到你已经走出来，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朗朗而谈，就是因为这个笑带出来，我有自信，我才敢面对大家啊来讲出这些话。哦，这个忧郁症的人哦，很沮丧，哦，很没有自信啊。我今天就是由笑来做这个走出来。所以这一点提出来跟大家分享，并不是大家都有忧郁症啦，我是说比如我本人是这样的一个走出来，但在这个一年中间走出来的时间，我得到最多的，从校里面得到最多的就是说我也减肥哦，我减肥哦，等于算减肥成功，但减肥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路，一条路，因为我们这个口语哦，要改很难改啊，但这个从笑里面来哦，可以得到很多这个脾气的改善啊，这个你这个可以改哦，你这个我第一个哦，我把这个叫做忧郁症我走出来哦，是笑的开始。然后我笑了，我减肥，哦，再来，我最在这个前两个月左右以前，我一直发现，我改变很多。为什么改变很多？以前我忧郁症的时候，到华普山去，那个华林法师跟我开示说，你现在哦，你一定要啊面对它，你要接受它，然后你再去处理它，再来你要放下它。在我当时那个时候，你跟我讲那个，我根本就听不懂，听不进去，也没办法体会，也没有办法运用。然后从笑的笑到现在，我发现说我能做到说，我能可以面对，我可以。所谓面对，不是光啊身体的面，疾病的面对，当然这个也是一个面对，但是生活周遭啊，家庭。啊，这个朋友哦，很多事情哦，你都面对他，但你要接受他，哦，好的坏的，我们虽然不满意，但我能接受，但是你要接受他。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脾气可以从笑里面来，哦，可以更改，改变你的脾气，改变你的想法，哦，这个已经我是。那我要不行了啦，我笑了吼，癌症的细胞拢无啊，好嘞哦，好，真的，他本来有两个癌症，这来我救不出来，我两个就好好救啊，你那个头，好尼玛拢乌来啊，这啊膀胱也有力啦，你都爱讲咩，该讲的你爱讲啊，哦，膀胱嘛较有力对啦。
他两个白痴。好，你说一下，你说一下，你参加爱笑。我很开心呐、啊，哦，身体很安尼，足快乐安尼。哦。哎呀，要不暗时个较好困。较好困。嘿，较好困安尼。一个好起来。嘿。连这个心脏都袂跳。我背到腿哦，这心脏听到不方便。哦，不是，袂喘啦，不是袂跳啦。我如果跳啊，很跳啊。哦，啊，搁什么？哦，这个牛啊，今迄落顶顶头，顶顶头，焦掉啊。哦。焦掉，很好，做很好，不错了。耶！我感觉啊，笑脸们就啊，很不错。心里很开朗，啊，怎么来开朗？回家就不一样了。啊，睡眠改善，睡眠改善了。我以前整夜都不能睡觉，下来以后，哎，睡就可以睡得着，就这么好。哎，